凉拌腐竹这样做又香又辣，非常下饭。腐竹用冷水浸泡四小时再切丝备用，水开下腐竹焯一下水，小米辣和蒜用拉蒜器拉成末，倒入屏幕上的所有调料，然后淋上热油再搅拌均匀，最后淋上料汁拌匀即可。腐竹非常入味，值得一试哦。